个宁静也瘦了好多啊，就参加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减肥成功了，天天跳舞，我估计也是累的。老公老公，做好了没有？好饿。做好了，来吧。哇哦，好香啊。还是有点香的。这都能吃了吧已经。大早上吃这个。肉不错。好吃。我就吃鸡蛋牛奶麦片。我也尝尝。真好吃，这个特别好吃啊。太棒了，你烤的肉。